下一集。你不上班去玩就不对。我去跟车队学这团队精神呢，以后可以应用在公司上面，是很重要的。问题是要再等两个月才能应用。大家好，摆个铜像这件小事，不是连我这个 CEO 也不可以做主的。你也可以上 Togg 随心选看更多《溏心风暴三》的视频。